天灾愈来愈强啦吼，即、这个气候变迁、温室效应啊，天灾强度越来越高，密度越来越密，啊，如何伊就雨雨量愈来愈大，风就风愈来愈大吼，即已经完全变做安尼，就讲拢足未顺心。但是各位应该你来想看，就讲其实地球它有周期性的变化。差不多，差不多一万四千年前的时阵，哦，一万四千年前，台湾还当行路过中国啊，哦，迄阵啊海岸线是伫日本，日本的东边的海岸线琉球，啊，接去台湾的东边的海岸线接到琉球，哦，这迄阵算一个啊，冰河时期，海退哦，都海退，这个咱。咱这地球伫较近代有三次海退，吼，三次海退，这我想这即摆拢已经，所以讲，研究啊真清楚，啊，所以地球周期性变化，一寡天灾其实毋是人类吼，我都是天灾，吼，这个部分我无啥办法，就敢像英国物理学家霍金讲，啊，你个人类就是若要永续生存，就一工爱。啊！但是就天灾愈来愈强，当然啊节能减碳，啊咱不应该开发了，卖开发，爱保育吼，尊重生态，这个部分吼，对我认为，我感觉，去当我，我从中横较好起来，中部横我讲，就是你当时之流啊，方圆当时之流迄条，我较好起来，甲眉山一站好起来，就先好起来。因为九二一地震一个团，规个松动，松动之后好运来，规个山就落来了。啊，地震挂咧大咧石头山吼，一路上上落来，落来遐个人拢要载得走，一分钟一台拖拉机安尼载一百年啊。啊，所以讲我当甲封起来，我当国民党甲骂啊，骂讲，遐在地人足不稳吼，有人在即种菜啦，上在上地来地。啊、我原来有推一个叫《国土富裕条例》，迄、那个《国土富裕条例》就是想办法去尊重生态，无爱去开发。啊，但这中间牵涉到原住民，啊，所以原住民的土地、伊的地上物甲伊的厝，拢爱想借优厚甲买。除了优厚甲买之外，因要大大，要安怎继续子孙保存因的文化，受到好的教育，因的一个要解决。我想办法关注，袂使甲伊拆散，毋是要消灭关注。啊，这个案伫立法院，因为伊当超常的案，我是感觉就是讲，爱有较大的对中间生态尊重，吼、哦。来，那这样先话，好来，过来。啊，时间啦，够啦。时间啊，好，时间够点嘛，吼。啊，我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讲，我有阵一定有提到这个中科的问题，吼，中科。我记大概是前个月，即、這个台湾的即个高等行政法院有宣判，即个中科目前吼，伊伫开发是违法的。但是行政院甲即个卫生署甲经济部，伊参照讲家己变成即个大法官，家己来解释即个法官的即个判决。我毋知即个民进党对即件代志有啥物评论。讲中科吼，当时我涉中科的时阵，我了解，就是讲，我了解时间就是金钱，尤其有大离婚了，伊拄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讲伊的面板，因为面板差不多伫1999台湾吼，我迄当初我就已经推动两造双芯啦，即两造半导体，即面板，双芯就是生物技术加数位内容，以上去做台湾的即核心产业。啊！在迄当初，那即个面板，即、這个你有拿，你可能拄到一个困难，就是讲，三线甲 LG 都投入7.5台，啊，所以讲，伊面对着即时间的限制，啊，伊阿讲，我搬互你，哦，伊讲头前拖一久啊，我搬，所以我伫我现金了后，19.5天交电话，伊欠欠14个月。10个月又加14个月，24个月头一张发票开出，啊，不然，
竹科甲南科，卖讲开发票啦。行政伊交伫核定了，交掉拢三年以上，所以迄就是无共款吼。啊，但是嘛，即摆伫第二期、第三期出问题，是安怎？政府啊，无用，简单讲无使用。伊应该爱做个啊，环保署应该爱做个好，你袂使互厂商投入个开落去啊，即摆哇，即摆即个法院判落，啊只了，啊只厂商个了啊，啊就是公司啊，政府安怎解决？啊对个，即伊错误在先，即摆法院呐判落，伊应该准备法，我是感觉伊安尼做是对个啦，无依法行政，但是即个错误是头前做错误，所以伊。头前也唔对，后壁也唔对，啊，当然损失的是这个民间的产业。啊，你对这个投资者吼，就是讲对要投资台湾吼，安是一个大事。我是感觉安尼，就是讲我迄当阵啊，我都十几岁投交地好啦，原因就是讲我第二人啊，这天津人拢是你这主线，就是讲你这主线得行吼，咱这做代志这主线，你知影？干线在填，支线用爱来配合，所以我行到这，你应该要搞啊，我袂使等你啊，你应该搞啊，你要扛手上啊，反复来搞。对哦，这个不管这三点呐，或像这个是讲国科会，啊，国科会是国家科学局，国科会关系，啊，国科会有关系，金建会的协调，啊，金建会协调的时阵，伊可能牵涉广播，可能牵涉环保署。可能牵涉农业、农委会，遮所有部会，爱做工作，我提早完成。所以头前爱协调，你袂使干脆行到遮，或者拄着问题，啊停啊，搁变支线。我讲啊，罗遐厂商办啊袂好，哦遐一个什么会啦，啊搁一个什么会，啊就停啦。行政效率下摆拢是因为安尼，所以讲，你若讲啊像马英九伊就是，啊好对。市政府的东西，因为市政府可能进贡的公务员拢上优先，无协调，全部拢在招小弟，啊，唔捌协调，唔捌听干部，当然需要你家己管啦。面试员讲，我来想办，伊想办，伊主管嘛想办啦，啊，二级主管去决定，二级主管伊若无想办嘛，讲哎呀这，安尼哦，事必躬亲，人市长都想办啦，伊嘛想办，到尾拢经办就决定啊，科研政治啊。莫怪，甲我做做个，斗袂起来，伊就输政府个，所以我是感觉迄个政府个足济问题拢是安尼嘛。啊，我你个问题就是讲，啊，我是感觉即行政安做是唔对个啦。但是到尾也可怜，伊个就是两难两难，两害相衡起，两害先起，其实伊轻啦。哦，伊若确实无安尼去处理，可能后壁可能国家会消亏。哦，安尼时间到这哦，多谢。